上相学说是《黄帝内经》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，是中医学最基本的部分。简言之，上相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脏腑的论述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为五脏，胆、胃、小肠、大肠、膀胱、三焦为六腑。脏象学说以五脏六腑为中心，联系躯体、五官、九窍等组织器官，形成了人体生命活动的五大系统，又以整体观念为指导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体生命模型。为了更形象地阐明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，《黄帝内经》十分有趣地把古代君臣拿来做比喻，以此来对应说明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。五脏分别为君主、宰相、将军、仓廪官和坐墙官。心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，在脏腑中居首要位置，所以是君主。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血脉，心气旺盛，血液便能顺脉周流，营养全身。如果心气不足，则血流不畅或血脉空虚，出现心悸等病变现象。肺是宰相，它的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。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，肺气的上升下降使全身气道通畅，身体内外的气得以交换，对体内的水液运行和排泄起调节作用。如果肺的功能失调，不仅是肺本身的病变，还导致痰饮、水肿等病症。肝是将军，主要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。肝是刚强急躁的将军，有主升主动的特点，它调畅气机，促进脾胃的运化和调畅情志。其功能正常时，气血通畅，心情舒展，并且是脾胃运行的重要保证。如果肝功能失调，则会出现胸胁、两乳、少腹胀痛不适、头痛、心情抑郁或急躁易怒等症状。脾是仓廪之官，后勤部长，它主运化、生清和统摄血液。脾功能正常，人体消化吸收功能健全，人体健康。如果脾功能减退，则引起腹泻或大便干燥、食欲不振、倦怠、消瘦等病变。肾是坐墙之官，肾主藏精和主水液。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，精者生之本也。肾精气的盛衰对人的成长发育和生殖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同时精气对各脏腑组织濡养滋润。肾功能一旦失调，形成肾虚，则出现烦热、盗汗、眩晕、耳鸣、腰酸膝软、遗精等等病变现象。脏腑的系统是认识一个大系统，又心有一个心的一个系统，肝有肝的系统，这系统跟西医还不一样，它这个系统是上下左右精神物质，说功能气质都是一统的，这是一个。那么把这个五个脏都联系起来，人就成了一个大系统，啊，
你摸哪都，所以中医，你问中医说，哎呀，我这指甲老是抽坑啊、裂啊，怎么回事？中医马上就知道，这、因为这属肝那个系统，肝主爪，就知道跟肝有。那我这小脚趾头啊，就哪一个都不觉得发亮，就这小脚趾头发亮，这怎么回事？那中医马上就可以告诉你，小脚趾头属膀胱经，是太阳。主太阳，你已经阳经受了凉了啊，马上就说内外上下精神物质啊、气质功能都可，就是都可以连到一起啊，都是一个整体，就是叫做系统。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，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。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，包括脏与脏、脏与腑、脏腑与外在体表组织等。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，五脏相互联系、相互协调、相互作用，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绝妙的生命系统。这种整体观念贯穿《黄帝内经》始终，是中医面对人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出发点，是今天区别中西医的分水岭。同时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，这个问题不可回避，即《黄帝内经》的整体观无疑是未来医学的归宿。基因的发现并不意味着化整为零，恰恰相反，它所昭示的正是整体的不可分割。中医的五脏呢，就是五种生命运动方式，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。比方说，用现代的这个观点来归类这个五脏的话呢，比方说，一切生命活动的调控过程都可以归属于肝。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过程都可以归属于心，一切生命活动的演化过程都可以归属于脾，一切生命活动的传送过程都可以归属于肺，一切生命活动的发生过程都可以归属于肾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是一种横贯人的生命过程，跟西医纵贯人体结构呢纵横交叉。那西医的九大系统，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，这个内分泌系统啊，等等，这九大系统啊是纵贯人体结构的，而中医的这个五脏呢是横贯生命过程的，它们直接纵横交叉，不是这个同等的关系。所以这《黄帝内经》上呢有形之五脏、气之五脏和神之五脏是不一样的，有形的五脏，气之五脏呢就是指它的运动方式的，还有神之五脏呢就是讲这个生命之神的活动过程的，分成五个类型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跟西的差别确实是太大了，而且呢这种思路呢恰恰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思路。朱氏夫人向来怕吃药，就算是味道极淡的药也是吃下去便吐。最近夫人犯病，每天下午三点以后发冷，到夜里发热，睡觉出汗，咽喉发干，咳嗽，两肋疼痛。一个月以后饭量逐渐减少，月经也同时减少，人消瘦，精神疲惫。请王梦英医生来看。王医生诊脉后说，这个病是由于太抑郁、过多思虑，病发自心脾。王医生想到病人平时怕吃药，思考再三，想出一个妙方，以甘草、小麦、红枣、藕四味煮汤，每日多喝几次。病人尝药后大喜，每天喝不住停。十天后，王医生前来复诊，见其病情大有好转，家人请王医生换一个方子。王医生说不用换，
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整心脾的方子。红枣补心，气香开胃，呕舒怡情，加上甘草小麦，能益气养血，润燥缓急。病人继续服用这副药，两个月病愈。吴冰心，女，因为独自经营一家公司，操劳焦虑过甚，患冠心病、室性早搏二连律，常常气闷、心慌、不思饮食，由神消导致形消，就是说，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，导致人体型消瘦，体重日益减轻。刘炳凡教授从二阳之病发心脾着眼，以归脾汤重用黄芪，健中益气，通脉养心，病人痊愈。一位妇人忽然觉得胃痛，不能吃饭，甚至一口水都喝不进，一会儿发冷，一会儿发热。家人请来医生，有的医生以寒病治，有的医生以热病治。治了一个多月，病人日渐消瘦，十分虚弱。家人请高古峰医生前来救治。高医生诊断说，这不是胃痛，是肝痛。这个病起于肝郁结生火，血受到了伤害，肝肾枯干，燥气逼迫，造成了肝部疼痛。高医生马上开出滋肾生肝的药给病人服用，一天一夜喝药三大剂。到了五更时，病人安然入睡。第二天醒来，疼痛已消失，觉得饿了，显然病人的病症已除。清代名医齐秉惠著《吐血论》一篇时，回忆起20年前为友人魏学周治疗吐血病的情形，仍痛心不已。20年前，魏学周患病，大口吐血，水米不进，不能说话，舌苔干，有口臭，烦闷怕热，终夜不能入睡。夜间黑暗中，家人仍可以看见他目光如电，似乎炯炯有神。其医生当时诊断为，病人一直是阴亏，反复吐血，体内阳气无所依而发于外，所以能在夜间看到他目光如电。于是其医生开药为他大养其阴，希望以养阴来救体内的阳气。整整50天，服药200剂，有人病愈。这时齐医生写道，今天回想起来，那时认识不足，功力还欠缺，仅仅依据火旺阴亏一个方面，却不知吐血的病人都是由于脾胃气虚，脾气不能传布所引起。所以吃药后，病虽然好了，但病根却没除去。第2年9月，友人的吐血病又突然发作，大口大口的吐血不止，血吐尽而死，实在令人伤心。如果那时在养阴救阳的同时，加用理脾健胃的药，或许可以除去病根，不再发病。现在，齐医生对吐血病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，他写道，凡吐血必兼咳嗽，以蓄血与流饮，皆由脾胃气虚，治法总不外乎理脾健胃。
这是齐医生在失去友人痛定思痛之后所得出的结论，这不能不是个血的结论。这个病例啊，是一个三十出点头的一位男子来找我看病的。这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一年前呢，左肩三角肌这块啊，因为长一个黑色的硬物，到肿瘤医院做切除。切除手术一查病理呢，它不是恶性肿瘤，但是也已经切除了吧，免得这个去掉这病人一块心病吧。这病人就这样回去了，回什么地方？老家是山东来的啊。这个过了一年之后呢，又来北京复查。为什么复查呢？这个病人呢是一个裁缝，他这肩膀的手术之后是越来越疼越来越疼，以至于不能做裁缝工作，他这左肩疼做不了这活了，就到做手术的医院去再复查。医生查一下说这个没什么可治的了，你这是手术后损伤点神经，自己没有药可治，那意思自己能恢复多少就恢复多少，来找我给他看病。除了这个左肩这个疼痛之外呢，这个疼痛还有一个特点，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最厉害，那疼的呀就是又疼或者又酸，酸楚痛楚难忍，越到下午更厉害，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最厉害。这时候就要考虑，按中医考虑是什么病了。那么在中医的理论里边，《黄帝内经》里边呢，它有这么一条理论，就是肩背者肺之枢，肩背这块位置啊，是肺脏跟它有联系的这个位置，这是一条。还有一个呢，下午三四点钟，这是属于申时，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是午时，一点到三点是未时，三点以后呢，三点到五点就申时，它正好四五点钟三四点钟这会儿症状加重，说什么时候呢？是申时。申时按五行来说又属于金，属金也是肺，肺就在五行属金，刚才我们说过哈，肝属木，肺属金，心属火，肾属水，脾属土。那么这个部位是属于肺经，兼备着肺之枢，时间又在下午三点以后，那么时间还是属于肺，所以这个病人属于肺气不利。当然在摸脉上，这个右寸脉也明显的比其他的脉要弱，右寸还属于肺，所以这个病人就给他用肺利肺气的方法，先给他开了六副药，叫他吃了一个礼拜。那么吃一礼拜回来之后呢，要吃三副，告诉我啊，一礼拜又来告诉我说三副就明显好转了啊，而且还说我这很长时间当不了裁缝了，还试一试看，又给姐姐做了两件衣服。一人名叫傅福兴，三十岁，体型魁梧健壮，但平日酒色过度。一天他走在街上，忽然扑倒在地，口眼歪斜，不能说话，不省人事。开始右边手脚不能活动，最后四肢都不能动弹，身体僵硬。他的弟弟慌忙请齐医生赶来救治。齐医生仔细观察病人，见他脸色发青，青里透黑，齐医生说他是酒色过度，肾水枯竭了，于是开出大剂量的补中益气汤，连喝两剂，病人苏醒，说话也利索了，手脚恢复常态，行动如常了。我们中医的肾呢，是五脏之一啊，心肝脾肺肾五脏，而且呢中医叫先天之本，脾是后天之本。你这个病有多久了？就从大学读
大概开始就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三年了。三年了，哦，怎么发现的？嗯，是每次打完球以后嘛，然后特别累以后，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他就出尿血。尿血。然后就去医院打针嘛，打完针以后。打三天就差不多好了。你的尿血是用眼睛就能看见尿颜色发红了，是吧？哦，肉眼血尿。嗯。然后就差不多好了以后嘛，然后到我就没有去复查，没有复查，然后到上前一个月嘛，我又去，又去血尿，又去复查以后，又去查呀，查了一下，然后又有血尿和蛋白。什么时候做肾穿的？是前。大概一个月以前我在三院做的，现在带来一个肾穿报告，就西医院的一个肾穿报告，诊断他呢是局灶增生硬化型 AGA 肾病，这个病呢是非常常见的，而且常见于青少年，以男性居多，我国为高发地区，在原发性肾小球疾病里面居于第一位，啊，居第一位，而且呢它也是肾衰最常见的病因之一。我的门诊现在这样，60%呢都是 AGA 肾病的患者来这看中医的，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这种典型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。有一个患者是一个记者啊，那个28、29岁吧，他呢通过肾穿呢，在院外做肾穿呢，诊断他是一个细膜增生肾炎，是吧？住在你那，小鱼住在你那床位，对吧？这个患者呢，他在别的医院花了17、18万，就是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西医的对这个病例，名牌药物全部通通上了。上了以后怎么样吗？我觉得我是个中医，我也学过西医，我觉得应该有效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病人就没有效？来了以后呢，当时我们也跟他讲啊，第一点有难度。第二点要配合，要坚持，第三点我们尽力而为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西医都用了有效的办法了，后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用中医的办法，用调理脾胃的办法，因为这个病当时恶心呕吐全身肿，我刚刚讲中医对水液代谢的这个调整啊，除了肾以外，脾叫脾能运化水湿，这病恶心呕吐拉肚子，肚子胀，就是脾的运转功能我们辩证了，这样用调理脾胃和加利水的方法给病人治疗，再配合食疗，啊，配合食疗的话又便宜，啊，用药物和我们的这个食物在一起呢，给他提高，比输血蛋白要省钱嘛，而且病人的话也不过敏呢，这样一个情况，哎，治疗一段几个月时间，我看在我们住院了半年吧，这个病人逐渐的特点结束，水肿完全消了。所以我说中药学是伟大的宝库，在我们几千年以前，我们的古代的名医啊，古代的医家就给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，但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在发扬，在进行中西结合，有些病是单纯中医治疗，根据不同的病的情况，还主要的目的造福于人民大众，而且我们国家有中医，这是一个长项，是别人不能取代的，所以我说中国的患者最有福气了，他有两个医学，既有中医还有西医。